优一早安，欸，你要不要再打魔物啊？可是这几天是真的想上线刷护士，但是我已经四五天没上线。我看一下最后执行时间哦，好像是那天跟允月在打。看一下哦，魔物猎人崛起，最后执行时间。13号，哇，六天没开了哎，那我玩的应该跟白痴一样。安安，最近都泡在这上面。哎，不是培根，你已经11亿了，你还来跟干嘛？我以为你是全部跑完了。妈，我看错了吗？没有吧？波西会六楼吗？不会。没有，只是问问啊。凌晨多打了一点点。原来你上直播了。不是，你已经11亿了，你还有哪边没有跑？你看起来就是像会跑惊人的人啊，就不要来牵手了啦。你知道我刚刚一直点到你，一直像这样子点到你，然后一直改名字改名字改名字吗？我点了大概四次吧。对不起，没有，我不是打在 DC 吗？我就有问说你是没有剪完吗？然后也是讲说，我本来不想开台，但是我不知道干嘛。如果不开台的话，我会做其他事情，做其他事情又怕说 delay 到跑图节奏，我想说就画面带着光遇好了。早安。没有，我 DC 设成只有 tag 才会通知。哦，繁星居然玩光遇哦！你是认真不知道，还是跟着起哄？刚打完莫德纳第三剂，现在在加观察中。黑遁地，他知道啦，我们都知道啦。啊，你都知道了，你就等一下就不要来蹭了啦，拜托。真的点不到，你又不然你又一直牵手断手，牵手断手，我也很困扰。认真不知道，没事。会开放加观众吗？干，你是那个齐星吗？你是我认识的齐星吗？哦，感谢蛋饼又跑来了。会加观众吗？我加了好几页的观众了。你知道我今天马同学点火，我今天在收爱心的收火的时候，我一次掉下两颗爱心哎、欸，要么就是我快拿满了，要么就是好友真的太多了。好，感谢各位。
透明斗篷，我也想要啊，我有啦。没有看你没有举蜡烛吗？抱歉，误会你，我很抱歉。而且没有要通话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怕玩的过程中声音太多，但跟呆鱼跑的话又觉得你们会误会，我就嘴巴闭闭，没人跟我互心哭啊，这就怎么讲？你可以加入兔窝啊，没有啦，反正这种当时也跟他们讲啊，有要互心要跟我说，不然我会当作你们把心当作抖内给我。啊！结果很多都没有讲，就直接丢在那个星盘里面给我的爱心。我在想说，干，这是要护星还是送星啊？然后再看一下他的造型，然后再看一下是兔窝的新手还是什么。像马同学好了，马同学应该是要护星，所以我想说，嗯，好，回他爱心。啊，蚊子的话我就不知道了。我在想，蚊子是真的要送我还是要护我，也不知道。是说繁星上次怎么还我爱心？因为我不知道你要护心还是要给我爱心啊。如果你确定是都要送我爱心的话，我就不还你了，好吗？我送哦，好送啊，送啊，爽啦！你呢？你给我爱心，我给你爱心啊。欸，佩佩上线了，佩佩上线了，好扯，好扯，好扯。还好我们刚跑而已。没有送啊，爽啦！哎、欸，跟他说一下，我们只跑了哪一张？三张图而已，爽啦！哪次不爽？这样，要怎样才能加繁星？怎样才能加繁星哦？我怎么讲啊？之前。不是之前开的时候都有额外的时间加观众吗？可是最近时间太紧凑了，就像我们昨天在跑试炼跟跑那个收集烛火，有搞到说，事情跑完了，已经花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怎么讲，就是。反正预估时间大概我们两个小时内跑得完，跑完之后再开放加好友。我就最近都是超过两个小时，又太累了，就导致我就是直接关台，没有加到别人好友。哎、欸，哎、欸，你看，烦死了，一直等要改名字。跑全图，捡，他不就说捡金人吗？哦，昨天的话是因为那个啦，昨天不是跑全图啦，只是跑到蜡灰掉而已。东西。好，西敏路上小心。啊，怎么是你用超级留言提醒我，白痴哦、喔！感谢加藤优一的超级留言。哎、欸，不是你那时候跟我讲说早上没有台看，我每次都早上开台，结果你也没有出现，可恶！那气死！不烧花，我们跑过啦。看一下蜡烛灰了好吗？而且这张图一定是跑完，一定会跑完。藤岛的图一定是每次吃海胆的时候都会跑完的。有没有看到标题？就是捡金人而已，好吗？捡一捡要快两个小时啊！还烧的话 delay 太多，又不是昨天，看看。
跟那个谁，跟边缘人说，只是要跑跑辣而已，没有捡金人，没有要捡。就昨天多花了大概7分钟、8分钟在那个禁格里面玩，而且他们捡任务也是捡最难的那个任务哦，我要气死！这个小孩子在想什么？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所以这钱是抖给西敏的，没有，他可能是说西敏要抖内给我，但是他没有钱。欸，什么意思？那一天谁在音乐台跟我打招呼就用超级流，那钱是我的吗？也不是啊，对不对？没事啊，这就当作是尬广嘛，有没有？你都是一起拿，我没那么多时间。他们也要上班、上课、要睡觉的，好吗？分开拿，那一次拿一拿，我4个小时跑不掉哎。哦。早上欢迎早窝。不用啦，早上不是，我们其实可以更早跑图。哎、欸，佩佩有在看台吗？让教主担心，我很抱歉，这是蔬菜钱。我比较想要水果钱。有，你干你，我们约好说早上来跑金人的啊，结果我们本来是想说，好啦，那等佩佩好了，就等等发现不对，我们还是先跑好了，不然。不然下午又卡到那个捞海的跑，可能跑捡，可能等你醒了也是1点2点的时候，然后跑到一半的时候，哎、欸，海胆开始了、欸，就这样子了。你干，昨天还玩游戏玩到早上，快早上，以后不要这样子了哦。如果已经早上有约的，不要在那边给我什么兴奋到睡不着啊，早上睡不着什么之类的哦，我扁人哦。现在剩下哪里还没跑？我们刚在跑云野，哎、欸，还有很多啦。就是昨天只是想要把蜡吃到灰色。感谢加藤优一的蔬果钱，我等一下去买波米喝，好不好？我咪过菜汁。哎、欸，我昨天买了那个，买了那个洗脸的那个神器，就是那个美魔球啊，之后看效果怎样。距离我们露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但是我最近又长痘痘了。哎、欸，不是，最近怎么玩光遇之后，痘痘又开始长回来啦？你看，很佛的在玩这款游戏，但是兔窝的。精心玩家变多了之后，为了担忧他们，陪他们玩，玩到深夜半夜的，又痘痘又长回来了。天哪、啊，买了是吗？对啊，熬夜啊，没办法啊，干就你们边缘人妈的白目，我们明明昨天进格可以早点跑完的，这边给我跑右边的，啊气死！没有，刚刚波蜜果菜汁是啊，统一米多奈。白鸟白目了，什么白鸟白目？我这是白枭啦，不是白鸟啦。白鸟的头哪有那么大？它的羽毛没那么大。捡金人啊，不是捡金人，捡任务跟烧蜡烛任务分开好吗？我们要明确的分开，任务就任务啊，烧蜡就烧蜡，捡金人就捡金人，我们可以分开进行。你一次进行耽误了太多时间，害我晚睡。我最近都在喝番茄汁瓶身的，哎呦，
你把它榨干了、喔，哎呦，呆鱼，呆鱼不要，呆鱼。没有，我也知道你的好心呐、啊，只是你昨天那个任务真的让我太失望了，那个太久了。白熊猫子，没事，我们之后知道称它为鸟头。职业，你可以叫它边缘人啊。他是一个很喜欢用尾音，然后再跟我聊天，但是尾音又只用一下子而已。哈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边就是什么哈什么而已。哦，如果今天晚上十点后，不确定会不会继续玩光遇啦？就是。可能我们，怎么讲？我可能也会陪他们打斗争特工啊，因为最近团团说很想玩。那、啊、其实我昨天也是想说，对耶，好久没看他们玩了。但是我打斗争你手一会抖。对啊，昨天是那个，因为我们有约嘛，约那个献祭，所以我昨天是跟他说，哦，这边不行，我晚上有约。有约要投胎，我是这样讲。对，那如果之后晚上，反正也是跑蜡姐任务而已。把任务或跑蜡的话，可以早上再开台来接。为什么会抖？老了啊，不用讲。你给我去补 BOD， 大概是前天的记录档。没有啊，就是那时候玩那个啥，玩 low 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才 S2 而已。S2 尾的时候，那时候 TPA 还没开始打冠军赛什么。然后那时候是跟某位实况会师在打 low， 然后因为在跟他女朋友吵架过程可能就是。心情耐心都没了，然后就是因为我玩上路提摩嘛，啊就是怎么讲，他就直接嘴说什么玩什么上路提摩啊，我气死了，会不会兑现啊，跟他们讲一大堆啊，江果又不来帮，就真的就是那种一大堆的话都飙出来，然后那时候就是玩得很紧张，手汗又很多，然后就玩得很不爽，啊提摩就是也是装备起来就后期型。那装备起来之后就是开始哦，对嘛，这才是提摩的伤害啊，前期在干嘛，我说哦，就打完那一场之后我就是整个再也不跟他玩，就怎么讲，我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打信长那种，就是也是 DOTA 型的，可是因为他这件事情害我很不爽，就开始都不打 NG。 所以你们还有联络吗？我们其实根本不熟，是他们缺人的时候突然邀我进去他们那个队伍里面，那进了队伍之后才拉通话。就比如说，我其实跟其他实况组真的是不熟，只是可能彼此知道而已，没有到很熟。那、啊、结果是，比如说跟团团比较熟好了。有团团就拉了，那时候还不认识 Bobo 啊，拉了 Bobo 进来，但是我知道 Bobo 这个人，然后就被 Bobo 嘴，这样很不好啊，反正类似这样的关系，然后我就从此对他的印象就是妈的，用 Switch 跑很累，不是用 Switch 跑还好，用 Switch 点那个惊人很累，所以有没有看到标题？标题不，应该说置顶就是我会点不到。我的角度要点好才能，就像昨天我们也是跑线那个跑试练，跑的过程中我要坐下来的时候，月月跑到我面前来，就点到他，马上就是两手张开跟他抱抱，哈哈哈。没有这样的孽缘哦，不是啊，就是
我那时候不喜欢打电竞类的，不是电竞就是 PVP 类的游戏，我就会变得很不喜欢。然后再来是就是打斗阵这个东西是，我不知道我以前也喜欢打那个射击类游戏嘛，我那时候 CSO 也很爱玩，我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斗阵那时候刚出的时候我还不会紧张还是什么的。欸，好像就有了，因为我有一次玩原始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手抖什么，在砍地板，砍一砍上精华，我就只是单纯在砍地板哦，就说精彩重播就是我想说干，我这场很雷，就得得得得的时候，我全程在砍地板，对，所以导致说他们不是很多月有那个像巧克力啊、诺英啊，还是阿旺他们都有在找我打那个。Apex 吗啊，我就说不行，我现在就是玩射击类游戏，我手会很抖，抖到爆那一种。然后不会，不要紧张啦，开心玩而已。我说不是那个问题，是有看我玩斗阵还是什么的，你们就知道那时候我不是玩，光是玩仓鼠好了，我滚球模式还好，因为附近不会需要太强的准度。当我。从球形变成拿枪的时候，就看到我画面整个是在抖爆，对吧、啊？所以其实不是不想跟他们玩射击游戏，是我首先要先克服紧张手抖这个画面，就很明显嘛。像玩那个摇摆猴子也是，对吧？我那时候在跟菜渣他们拍那个摇摆猴子，手多抖啊。那。再来就是射击游戏，就竞技游戏也是，像小鱼那时候不是也找我玩那个玩 Overwatch 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是犹豫，因为我觉得太久没玩啊，又变得很雷，准度又不够，懂吗？我是怕雷到啊，对，再来是我最主要的一点是怕雷到别人，对，今天别人雷到小雷我还好，比较大雷就好，就是小雷我会觉得说还好，没关系啊，什么之类的就好。但是今天会有人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边就逆风还是怎样了嘛，就想要没差之类的。但是对手只要那边嘲讽，那边干一下子，我就很不爽，我就开始玩得太认真。对，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啦。点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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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不到。嗯，玩游戏最开心就是玩万王气来，不是，就对我以前也是好胜心很高，但是后面我是开始心态才会有变，懂吗？今天可能就是玩跟我们彼此玩得很开心，还是怎样的？但是对面只要有嘲讽的行为在，我就会开始很不爽。那你们会说可以把那个什么全屏语音关掉啊，那种东西啊？对啊，关了啊。但是关不掉，就是有些可能像 low 嘛 ，low 可能可以把那个什么全屏关掉啊，贴图关掉，对不对？但是它关得掉玩家动作吗？可能就是你死掉之后，在尸体上面可能就是乱动，但那抽蓄一些动作有的没的，那这个关不掉啊，看到心情是很烦啊。对啊，所以就是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就是我就不去玩嘛，避免自己的脾气又起来。其实怎么讲，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只是高低差而已吧。像哈记团团影月他们其实脾气都很好，但久了之后还是有一个点到，也会有一个点到一个点就会爆炸，对吧、啊？就只是我们大家要不要去计较这件事情，看重这件事情而已。啊，我比较低嘛，我 EQ 又低，对啊。所以，所以我那时候打斗阵啊，打 low， 我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会想打，就是满人的情况下。你怎么说？你今天缺一个人，那个地狱倒霉鬼。如果你就是。他雷到你的话，我们可能就嘴嘴他这样子，但是我们雷到他的话，他可能就开嘴还是什么的，
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好好玩而已，反正输了，但是也是要有那个嘛，有运动家精神就玩到底。啊，那个如果万一那个队友就已经逆风局了，摆烂不做事怎么办？对吧？所以我才会每次跟他们讲说，几个人满有满吗？满的话懂一下，女人。满了的话，我在那个缺一个我再去玩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说我比较喜欢跟朋友玩的感觉，但是我就又很怕去，因为脾气这件事情导致整个玩的气氛变很差。可以考虑开 AR 台，是啊，我那时候虽然说我打 LOL 都打 AR 嘛，可是怎么讲 ，AR 就是随机性太高了，所以对那个角色平衡也是就是看脸嘛，那也会碰上就是对手在顺风的时候做出了各种。嘲讽行为，你没有比较好的朋友，所以常常翻牌为主。啊，没事，我最后一次打开咯的原因是因为。有波比到，我跑上去买。你也会为路人发疯，正常吧？这光遇这个，我不是那时候也是因为光遇不爽玩吗？因为我不会遁地，那边点半天，身边的人都给我遁下去。像 L4D2 只玩合作模式，你是说那个玩家跟玩家互打吗？可是那个要看人呢、欸，那个其实会玩到走心哎、欸，因为毕竟打 PVE 不会嘛，但打 PVP 就是会有人，毕竟是玩家对玩家啦，还是有时候会玩到小走心。所以我就是气到才会想要学遁地了啊，不然每次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等门，那其他人在那边遁下去，结果最后我本来那时候有跟一个人在等门，我们两个等到有两个人过来的时候，他们遁下去，又等我的那个人，要么回家，要么跟着遁下去。我想说，等我的那个人应该也算是好心，但是就是别人遁下去了，但他也逼不得已，所以他只能。他也跟着蹲下去，这个我还好，毕竟他有意思是想要陪我等到别人来嘛。但是我们那时候真的等太久了，他就跟着蹲下去。繁星是哪个季节的光子啊？那个重组中，祖宗，重组季中。有时候我会认为光遇其实是一个包着游戏外皮的人情世界，所以我们这些每天吃15根蜡烛就是看开了啊，对不对？每天吃海胆馒头，然后跑雨林，好了。原本真的路线就只有这样啊，雨林全也不到全图啦，就是雨林的一图、二图跟右边的那个馒头图，然后再来是云野的一图跟右边到圣岛的图，我就只有这样跑而已。然后每天吃看大拉是哪个地图，然后四根大拉吃完之后就没有了。那是直到开光遇台之前的时候，我有稍微去。记一下，就是还有哪边的大蜡比较好拿到，就是那个嘛，
云野，不啦，甲骨的那个圆梦村那边的大辣。那但是那时候，哎，应该说是竞争类 PVP， 我喜欢玩合作 PVE， 大家就是合作嘛，大家一起玩的感觉。然后，因为那个什么银泽山谷那边，银饰山谷那边，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遁下去，因为又觉得太麻烦，就没有去。那是后面有人教我遁地，或是用那个风道飞过去。感谢优一的超级留言，我有个好友一直在进阁一流，大家蹲下去，对方加我好友，带我蹲下去。啊，鲑鱼芥末安安，光遇不是一群众，我搬到处哪有？昨天听到秀秀讲了一句，就是我以前讲的话，就是光遇就是拿蜡烛拜阿宙的。我说对啊，我以前就是说，你看有先祖又有蜡烛，就是我们台应该说台湾早期就有的游戏。对，那时候他也这样讲，我也这样讲。我就说，对啊，谁知道 VR 那以前那个以前我们台湾的观落音会变成 VR 游戏？往前一，没事，可以了。你看，圆梦村还好，云氏山谷没有，但是现在有那个遁地的点之后，都可以遁下去，不用飞那么高，我就觉得还 OK 了。所以嘛，就是，那个峡谷的后面两个大辣，然后再加上，还有哪里啊？定格的大辣，再加上我现在跑的大辣点就是有定格嘛，然后峡谷，还有星末的一个大辣，跟星末外面风道的大辣，所以就这样而已。影视山谷我会干脆飞去，不是啊，又秀要弃坑了，他要忙工作，他有说他要弃坑了，但他才刚氪金欸，要走我先去忙了，好，小兵拜拜。可是你想欸，你吃完圆梦村的大辣之后，你飞回去，从飞回玉境，然后从雨林再到风道，这个过程中也没有比那个还快啊。反正看人怎么飞吧。他就盘子啊。昨天小鱼听到秀秀马上氪金，马上骂。不会啊，他就是这样子啊。那时候他每次都事先问说这个是什么游戏，然后每次都跟他讲说你再不看我实况啊，啊我就没有时间没。我说哦，是哦，你可以再。跟工作看看动画的时候看我的直播记录档，对不对？想想呆鱼的小号，培根我有教教子，培根有啊，就是我们现在会炖啊，那个欧弟教我的地方啊。然后那时候呆鱼看到他也是吓到，哦，原来这么简单哦。然后他常常就是坚持要飞上面过去，飞不上面。飞不过去，他就会开始哭。先离开一下，希望医院陪陪家人。好，加油，不啦，加油啊！加藤，拜拜，不是加油，拜拜啊！加藤，拜拜。嗯，本店里面那一圈也很乱。我知道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还问说，那个圆梦村要怎么回到那个甲骨的那个？哦，我看到了，光变好短哦。那时候我就，我那时候不是有问吗？就是圆梦村怎么进去那个滑冰，又中间赛道终点的那个区域？啊，就是我也想要去吃中间那一圈呢、啊。嗨，艾丽，没有，我知道了，我现在都知道了，我现在会飞了，好吗？你现在不用来教我，我现在都会飞了。我不会飞的就是不会飞，不要强迫我。六龙不会，好吗？
但不用再教我什么看角度什么之类的，我不会就是不会，不想学就是不想学。两个车站，一个有大辣，一个是巨山。我知道，妈的，你们有延迟的，给我重整一下。没有啊，很多。现在蜡烛每天跑都已经到灰的了啊，就是我不用特别去吃哪些地方的蜡，就可以到灰色了，所以我不会想要再去学。所以刚刚综合上面所说的那些大蜡的位置还是哪里的位置，你其实已经够灰色的了，就是馒头两次嘛，然后那个谁，海胆二两次就够了，两次也可以三次啊，然后再加上每日的大蜡图，然后反正就是刚刚综合上面所说的那些图，哦，再加上我们最近都是有跑四个试炼都有跑，所以很容易就灰了。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什么那个那边哪边的蜡不用跑，不，试炼的那边不用跑啊，什么太花时间的。我说就还好哎，就其实人多帮忙传送的话，很快就到了，就是你十分钟内除了水啦。十分钟内三个都可以马上跑完。你又被龙看到失败了，魔龙，你在挑战什么？木土交给大佬也有风险，主要是串线。对啊，就是我有一次也是跑到一半，突然他消失在我身边，我刚好落地落到那个鸣笼前面，我马上按那个后台。哎，感谢加藤又一什么？医院房内不能使用手机，等等主机哦。教主拜拜，最后一周。好的，那个路上小心，加油加油。艾文是希望你们彼此分享一些跑图东西，但是不要有争议，好吗？不要分享到后面吵架吵起来，这已经失去了玩游戏的，好吗？交流交流啊，不要床头吵，床尾结合，好吗？木土篝火旁的那只仙啊，你是在跑那个哦？你先不要那个。那个晚点等，那个需要有人把龙引开啦，不然一个人跑太累了啦。早安，季节任务有他还是会做一下，对啊，就是任务有的话再去做就好啦。你任务有的话，你赶快冲过去，一定会有人跟着你去做，好吗？你那时候碰到一下，赶快跑。交给其他专业的，这是我的人道。没有啦，就是虽然你可能会跟克洛伊一样想要就是自己来自己学嘛，毕竟游戏这东西你如果全都靠别人的话，你很快就失去玩游戏的时长时速跟乐趣了。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当充电宝，就像我，因为轻松嘛，我们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你玩这款游戏就真的好好玩会比较好。就像我之后啊，就是今年开始跑图的时候，我就好好知道怎么跑图后，觉得哦，跑图其实很快乐。而且如果身边有带着一个人跑的话，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你可以带着他跑这样子。不然就是看有没有苹果手机的好友们。不知道防龙魔法是使用者才有效，还是牵手都有效？我怎么好像记得之前看过有这个啊？好像只有牵那个队长有效哎。牵手的都有效哦。哦，难怪那时候谁，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在带我跑的时候说：“你不要断手，我有喷。”防龙喷雾了，
我说我不知道你喷了啊，那龙冲过来我当然吓一跳啊。感谢培根超级留言。一些方式回来了，你说比如说拿乐器那种的方式，哦，拜托，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战木土了。我们用我们的乐器感化鸣龙，啊，你们那些比较后面玩到的就可惜，我们就是有些方法嘛，就是你比如点了一下这个商店，然后点了，对对对，反正就是点这个商店页面。我们俗称的氪金卡龙大法，就卡在这个页面，鸣龙撞你不会掉翅膀。那或者是我们就是举起我们的乐器啊，乐器记得是要坐下来的乐器哦，不能站起来的。啊，坐下来的乐器可以卡那个，也可以卡鸣龙。帮鸣龙挡大飞走，我们就是我们要用乐器感化猛兽。现在改掉了，只剩后台了。对啊，可是后台有时候就很不方便，原因是因为你都不知道他已经撞完了没，还是下一只迷龙在看你了。我有一次是切完后台，那时候真的太紧急了，马上切后台，然后切回来的时候，迷龙又在看我，马上撞过来的瞬间，我就马上切后台，我直接关掉游戏。哼。安安无尘的安安，木土篝火旁。还有一个方法溜他，这个就算了吧。你知道上次我们在跑木土的时候，因为呆鱼不敢跑，我也不敢跑，我们这边就剩下佩佩。那佩佩在带我们跑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大佬跑木土，通常会跑木土都是大佬嘛。我就眼睁睁的，就是也不切后台，就直接看龙就盯着他，然后佩佩就是往反方向飞嘛。飞的时候马上那个就是冲过来的时候转向的时候嘛。我说你看，这就是六龙。然后结束之后，佩佩跟我讲说：“我快吓死了。”我想说：“干，你不会跑，要赶快扒！你这样子我也吓死了。”今天我想说你很有自信，然后你要溜他，结果没有你自己，然后结果那一次牵手好像有五条命吧，你差点害了五条命没有了，这样子。原来你是大佬，不是啊？今天只要你会跳、会飞、会跑、会扒，就是大佬了，好吗？我有蛋，但是我不确定。你有什么？不是啊，今天你不是说那时候你也常溜失败吗？你有自信但不确定，那叫有自信吗？请问你是大森林还是小森林？你不是那时候练完的时候，我们下降的时候，你就讲我吓死了，还是说你自己飞的时候可以？但是你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带着别人飞的时候会害怕他们掉翼之类的，对吧？你应该是这样子的人吧？就是自己喷翼没关系，但是不想害别人喷翼，还是你无所谓啊？大家要死一起死。嗨，夏西，可以跟着鸣龙下面走。要跟在他肚子下面啊，
等一下，皮皮虾可以吸哦，可以啊。明龙是瞎子，但是就是你的光不要照到的话都没事。那时候就有人带我去明龙的头上坐着，但是我松开手的时候我就掉下去，就是他在明龙的头上坐着这样子。会很久吗？我暂离一下哦，这边应该不会死人吧？虽然下一张图是木，哎，还有光吗？没了吧？我说峡谷还有吗？没了吧？哦，有，没事没事，圆梦村走，没事没事，收下来。哦，滑行哦，那滑行没我的事了吧？我先去，我暂离一下去尿尿。我是不在意，因为要掉出120斤很啊，没事啊。先对于一个我不会跑惊人的人来说，我当然会在意这一些翅膀啊。因为不是说我已经记下全图的翅膀在哪边，如果今天记下全图翅膀的话，我也会不在意。而且又不是说我一开始永久翼就有150根啊，没有的话就回去献个祭再回来。还有表演技啊，那才一根。表演技啊，那个没问题。表演技的时候轮到我跑，好不好？今天如果是表演技的话，我来带大家跑。150已经是10亿了，我知道啊。所以我说，我又不是一开始有150根，我就会无所畏惧了，好吗？你先去补眠，晚点见。好，番茄晚安。我很想要番茄晚安。我去尿尿。夜晚安。
抱歉，我去弄早餐。啊，有没有想我啊？那个挂不是网易那边什么东西？你们讲什么东西？挂台克洛伊。哎、欸，这边交给我，这边交给我，这边我会跑。哎、欸，大鱼前面。你、欸、真的要我跑，白痴哦、喔！黑痴！哎呦，对我怎么那么好？天哪、啊，我终于有贡献了。回家吗？回跑，回跑是什么？回跑是什么？哦，回八哦，白痴哦！哎、欸，我昨天在看那个徽章、欸，哎，不是因为之前看过一次徽章，这样回去，这样看过一次徽章的时候，觉得你们觉得一个蓝色的限时雨伞价值3000块划算吗？而且那个雨伞应该不会拿来使用，只是拿来装饰而已。吃什么？不要，我不要，不值得。你说 ET 那个 TCG 的雨伞吗？可是他不是还有送其他东西吗？听说雨伞那个雨伞，我也是看说雨伞很耐用啊。可是他能挡台湾的台风吗？欸、你想一下、欸，今天如果有人去 coser 那个光遇的时候，我把雨伞借他，他会很开心。但以买百事的角度来说，还可以。对他。他不是买那个雨伞会送一个魔法吗？啊，那个魔法是就是有次数限制吗？没有任何没有送任何东西哇！那咋办？你愿意？你要为那开？你要为那个？开心花3000块吗？那算了，对啊，就是那个透明伞啊，那个有使用次数，我们徽章没有使用次数限制哦，有冷却时间。因为那天被那个谁佩佩的朋友用了一次那个透明伞，觉得哇，好屌，好帅哦，只能终身绑一个账号。只有 iPhone 比较好碰，我有啊。那我是不是徽章我买了2个，但现在都不知道被我塞去哪里？你终于过了吗？恭喜恭喜！你干嘛？我等下点到你，把你取消特官，不能怪我。我是说真的哦、喔，我等下。点不到，点到取消特官，不能怪我。哦，嘉轩哦，搭车捡金的，你有没有看我的标题？你有看我的标题不？那你牵手可以牵另外一边吗？我会点到你哦。教主买徽章要有心理准备哦。货到时间半年起跳，没事啦。你想一下，现在半年办起来好不好？加六十月那时候，我一定是碰到那个什么，那什么节，中秋节。右手真的不能牵超过一个，对啊。嘉轩，先你有没有配配好友？你先讲。没有，哇，完蛋！
其实我那时候很纳闷，为什么有些人不飞右边要飞左边呢、啊？那时候跟几个人捡金的疑问就是，明明他龙撞完之后，明明过程还时间够，为什么不飞右边要飞左边？再特地等人过去再过去。大鱼不会有龙，我也不会啊。所以我刚刚看到他飞进来这边，竟然没有牵引的时候，我很讶异。我们的呆鱼想表现了。我们昨天刚好后台咯，记得我们上次来捡金人的时候也是这个画面，虽然少了一名勇士。地龙图往左飞有啦。哦，不是欸，那时候我说捡金人而已，是捡金人而已，不是捡蜡。我带你撞龙，来来，我也会，你会的我也会，来这个，把海巨带鱼救我，一个人以上牵右边，想要移动连接点到人，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带别人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们往左边靠。他们可是他们会说平衡问题耶，他们说如果重心偏一边的话会不好飞，可是我用手机 Switch 的体感下，我觉得不会耶，是他们心理作用吗？还是我方向感太好？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个人点不到蜡烛，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就全部集中左边嘛，他说不行，要左右平分，不然会不好飞。然后我说真的假的，那你们都牵我旁边我试试看。我飞的过程中不会耶，我觉得还行啊，平衡个屁，我也觉得是屁耶。啊，不要那么凶啊，看人，我觉得说是不是他重心全部偏左边，他手机也会慢慢的倾向左边这样子，他在唬你。没有，因为那时候也有人是说，好像是雨林他们讲的吧，我忘了，因为常常一起跑图会牵手就那几个，然后就跟我讲说要平均，不然会不好飞。不然杯杯都比较快。之前有人跟我车还这样跟我说，把他丢下去。反正没事啦，蛮个人嘛。好，暂时没有这件事情就好了，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困扰我超久的。因为你一只手腾出来，好，你右手腾出来的话，你按飞跟跳也比较好弄嘛，对不对？就是你跳起来的话，你不会点到右边的人嘛，那也比较好弄。然后我就是跟他们讲说，那个你们都靠左边，我这样比较好点火，也比较好跳。对啊，就是常常点到飞行键嘛，啊，点一点点到又是把人家改名字或取消特官。我最常就是在点飞行那些的时候点到特管。干爽了没？让我点。右边跳太快。有啊。想到谁？昨天文月月吗？点到利恩是不是？那个自动名字叫 Auto。 你好，我叫自动。
所以我才会说，因为我那时候我是跟他们说，让司机右手腾出来，结果他们说不用，捞得到。可是我觉得怎么可能？我两只手都牵着手，我要贴超近、超近、超近才能烧到辣、欸。好了，你们解开了我光遇的七大不可思议之谜之一。欸，矮面是从以前就跳很高吗？如果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跳一些东西不好跳？换手了，不要了，嗨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啦，没人，我知道没人啊，你可以牵我啊。其他六个是哪六个？我还要再想一下。这样回能比较快，我知道啊，但他可以抱我啊，他不要。回没能充能啊，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等下我的手，我的手折到了，我的手折到了。我那时候就是手牵手在跑，第一次跑那个，跑那个。我牵着人，我可以把他手断掉啊！你要跟我讲啊！你手张开，你手张不开，你跟我讲，你手，你们两个手断掉啊！算了，好啦，这样体谅你好了，不然我们要全部手断掉。看我的手，话说繁星吃饭了吗？我刚刚有说我刚刚去弄早餐啊。假借上厕所，实际在弄早餐。你回收屁呀！我让你解释，你为什么要回收？你看打错字，或是不小心还没打完按 Enter， 那些都已经不是借口了。来，我听你解释。你解释完，我再 ban 了你。我去前面偷吃一下辣子。培根，请说话。现在是法庭开庭时间。来，被告者，你有什么话想说？哎、欸，呆鱼嘞？呆鱼不见了。王光玉当聊天牌还不错，不小心按到发出键，刚刚一样。不小心发出啊，打错字回收都一样，都是死罪好吗？到。哎，我可以牵左手吗？我想牵左手、欸，哎。哎、欸、有哎、欸，我牵到左手了。哎、欸，对，还没跑完，什么东西还没跑完？求您饶恕我，不行，我们300秒后见，这没办法宽恕，好吗？
都有人花钱求300了，我都没有做到了。我要怎么求关注？我求关注。还吃麦当劳不给我300，你看，就是因为吃麦当劳害你被 ban。你要嘛就是不能吃，要嘛就请大家吃。啊，我们那个啦，那个哪里？人员还没跑。跟，方舟有吗？那我们搭，不要搭飞行啊，不要手都转光光。重点是麦当劳吗？对啊，重点是麦当劳。方舟有2个，没事。白鱼只是想说带我们来看看风景，他绝对没有忘记。我想到昨天最北七的事，我们在聊光子，然后有人在聊那个仙子，我就说什么光子是前面嘛，那个王座下面一个，然后左边右边各一个。那边跟我讲说没有啊，斜前方啊，左边两个什么，右边两个，前面一个，右边左边两个还是什么的。我说先生，光子哎，我们在聊光哎。我说不是在聊先祖吗？没有哎，就只有你在聊先祖哎。然后西米，你们应该已经把所有以前的季节都跑完了吧？看深渊你们也跑完了，重组季你们也跑完了，方舟、圣岛、小王子你们也都跑完了，后面可能就开始在想办法让跑图速度更快啊，然后有的没的而已啊，就是逛逛景点拍拍照，就在上面的时间可能不会像刚开始玩的时候那么长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不眠不夜的在那边跑图跑图跑图。哦，对，不眠不休，什么不眠不夜是什么？我刚才一直想说成语好像怪怪的啊，不对，西敏出门了，我在讲啥？没日没夜啦，每日也没夜，不眠不休啊，没日没不眠不夜，天哪，你恭喜啊！我在攻沙小，一开始玩的时候，除了睡觉都在光遇，对吧、啊？然后有人睡觉也是开着光遇啊，乱手搜。这个不是吗？为什么不去？哦，你要先去风之大道那边，是不是？你已经默默退出了，退出什么？你说退出游戏吗？你要去找回被撞的光了，可以吧？你们这些孤狼很强耶。
你们刚往几天已经是好一年的我了，你们应再起跑点，我现在才开始努力，只是我有外观，我是有外观的新手。哎、欸，对夜月，你投胎过了没啊？礼拜天就献祭过了哦。退出了养肝，退出去养肝，还是退出？嗯，右转。这边就是那时候讲的大便通道嘛。哎，等一下，我的封面是不是？哦，没错没错，我突然想到我封面是不是用到那个，用到轻松高效。我也觉得很佩服你们，这么晚睡可以这么早起。我只有在心情不好跟天气太热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何谓心情不好？就是都在做噩梦。就是做噩梦醒来，哎、欸，为什么我没有吼啊？哦，喂，好，没有早起啊？哦，还敢讲？可以早起做运动，你是说那个运动吗？嗯，听不到哎、欸。抛下佩佩，抛下佩佩，啊！完蛋了，被他看到。海胆的活动到几号啊？五月几号啊？反正13天。没心换不了，你跟托的换呐、啊。你到。你有没有托我几个人好友啊？不要只加我好友欸，明明就一大堆人都在玩，你们彼此互加嘛。真的不要只因为我在玩这款只加我。这个讲过了，这个是社交游戏，要跟玩家之间互动的东西。你只加我，给我爱心，你这样子一天只能拿到一颗爱心欸。嗯，我想到我们礼拜一那时候，礼拜一的2:59，还有人在那边问说那个节点要换吗？我说换，给我赶快换。他就在59的时候问了这句话，然后引发了那个我们 DC 里面的动力啊，不是跟你讲说要换吗？赶快换。那、啊、水下要拿吗？可以不用拿啦，如果太麻烦的话。我是哪个？谁是哪个？
阿奇是我认识的那个光遇阿奇，光遇阿奇，天哪、啊！刚才讲什么？我三重阿奇，好了啦，阿奇。哎呦！因为在品客那边有一位叫阿奇，家吗？好，哎、欸，呆鱼你会溺死呢。我说你不是一条鱼吗？昨天我们在烧海龟的时候，他说我要溺死了。我们去看海龟，我们去看夕阳。现在有夕阳。把包包丢一下，啊！包包包包包。Switch 拍照很烂的原因是，它会拍到 ID， 手机才不会拍到 ID。然后昨天是这样在看他，哦，那个不得不说，那个坐下整个是超甜的画面，看这样。还是挡画面，没事啊，没事没事。繁星复刻也全买了嘛，我复刻就只有那个啊，绿芽斗篷没有买到，那天买到了。然后海龟跟小海龟是番茄买给我的。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哎、欸，那你刚好你买给我的蜡烛可以跟你解锁了，然后他买给我。哇，好烫，好烫，好烫！这就是会更近啊！我看一下哦、喔，这个位置吧。看在干嘛？两个在干嘛？阿美看台，感谢搭车。他在嘴你哦、喔。等一下哦、喔，还是这个吧。看，这就是熬夜的黑眼圈，眼睛闭起来了。自恋的光人会喷掉吗？自恋吗？自恋不会啊。你说风火水土自恋吗？没有，刚刚只在嘴说。嘴什么？我想一下哦、喔，我说，
哎、欸，你有没有配配好友啊？站左边，哎、欸，站左边呐、啊，右边我点不到人呐、啊。试炼也会喷，一样随机的。进去试炼会喷什么啊？啊，不就没有刺，没有意义吗？没有意，为什么还会喷？哦，里面不会，对啊。你看，这是海龟，干！我昨天在拍照的时候，就那个头伸出来，我就超猥亵的。猥亵海龟。不去吗？去哪里？要去哪里？不猥亵吗？那么小，你说海龟很小是不是？那海龟很大哎、欸。来买什么？你怎么个问号啊？你已收集此灵所有道具，感谢你的慷慨。欸，恢复按下去会怎样啊？那其实昨天叫我恢复，欸，是叫我再买一次的意思。刚刚看到佩佩小号氪金哦。好了，现在吃午餐。吃一下饭哦，还是要打日嘛？你氪太多了，你有两个号要氪哎、欸，恢复不会怎样哦。等你吃完打麻，我吃完就不会打麻了、啊。等一下哦、喔，碰不到。就说我该吃东西，等一下好了。还是我们去表演机挂的，带你们玩。我们去表演机玩好了，走吧。我们去表演机吃东西。啊，现在要来可以来哦。来个标志，标志零。啊，不要叫我去找企鹅，我们上次找过了。因为我看得到，其他人看不到，就还。哎、欸，有人。你们去玩啊，你们去玩，我去吃，我吃饭，你们玩。
哎，要来可以来哦。有好友的要来可以来哦。吃饭加一。那你今天到？你今天也要上班吗？欸、路人呢、欸？来上演葡萄太郎。碧儿是真的过得去吗？可以。那天呆鱼跟佩佩，我们今晚不用哦、喔，今天不用上，好耶、欸。呆鱼那时候有带我们过去找企鹅，但那时候有很多人没有那个，没有传送，所以就只有我跟佩佩那时候拿到。然后因为他们想回来。我就牺牲我自己，我回到家里，让他们飞我这样子。哎、欸，哥，你要下来啊！人家在，人家在表演。我看一下你的面具，天哪、啊！哦，好看呢、欸。主要是很渣的说，两位，请问这边是空的吗？没位置应酬。用椅子啊，然后要想办法让自己坐到那个空气墙，然后再把自己。其实这一个季节真的很没有，也不是歧视啊，这季节就真的很棒啊。还好当初加入的时候氪金买机票，真的还好哎、欸。没办法，好看的东西都要钱啊。看，免费游戏，但好看的东西还是要钱。那时候怎么讲？赛季刚开始那时候，还好他们那时候有赶快入坑来玩，也不是说进来花钱的啦，是就这游戏就是真的很棒啊！怎么说？我不会形容这游戏多好玩。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游戏。那怎么讲？很多时候，这游戏不需要打字，其实可以不用打字啦。你可以靠一些肢体语言来跟对方讲一些，这样。不过这些肢体语言也是要去跟先祖解锁了。然后再加上它的机制是你的白色蜡烛不会说没意义嘛，因为每两个礼拜，除非你是老玩家，然后你每两个礼拜都会有复刻先祖到访，你就可以花白色蜡烛跟白色爱心去换东西，不会说你弄了那么多结果都毕业了买不到，这些到底要干嘛，就只能拿来跟朋友解解东西还是什么，就导致说，你看我现在也是从红主机那时候玩到现在，那我其实全图已经毕业了，那我现在都是纯蜡烛在过那个
囤蜡烛、囤耐心，再点那个每两个礼拜的仙烛。不过当时其实我不是说，其实有退坑的那个吗念头，那时候没退就是有两个动力，一个就是等到兔兔面具出来，因为其实兔兔面具在之前深渊三个季节的时候，那时候就说梦想季，因为梦想季差不多了，就下一次了嘛。对，就今天那边上礼拜，那上礼拜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梦想季的，那时候就还蛮开心的，就是终于轮到兔兔面具出来了，快出来了，啊会不会轮到也不知道，因为那就是一大堆仙族那边好像类似抽卡，丢到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抽下一个仙族是谁。小丸子玩到现在没有任何毕业，全土味，不是说是那个季节毕业。呆鱼跟佩佩也是小王子季加入的、啊，所以是比我晚加入，但是又比我会跑图啊。这就看说你是用什么方式在玩这款游戏吧。你看像西敏跟克洛伊，他们也是加入也才一个礼拜多，一个礼拜又多两天。那其实西敏现在就是已经很会跑图了，对，可以带着克洛伊跑。那克洛伊是也会现在也开始在练试炼了嘛，对吧？啊，我也就是说，他们这些新人开刚加入，我想说，我总不能什么都不会吧？就开始学遁地啊、跑图什么之类的。只是光子这东西，我真的目前还无法。就可能真的要打开一些什么地图，看一下光子在哪边，然后边看地图边跑。你是梦想季半加，你是梦想季。那时候你，我怎么记得你是说你是小王子，还是小王子是呆鱼？你是梦想季。因为我记得你认识欧弟的话，那应该是很久之前的事啊。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就是印象里面是你跟欧弟认识很久，然后那时候突然听到你是什么小王子加入的。小王子是边缘人，那佩佩呆鱼是什么？那呆鱼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你也是小王子啊，靠腰哦！哇，就说佩佩是大佬嘛，在那边啊，反正就是他们还没加入前嘛，我左上角的白色蜡烛那时候已经超过1200了、啊，然后是就帮助他们嘛，给他们爱心，然后顺便解锁一些比较方便的技能，也方便就是跑图啦。然后其实也不会说花的不值得，因为怎么讲，我怕是怕说，你看哦，我今天跟比如说好秀秀好了，我们已经好友数结到很高了，好友数可能从这边嘛，跟一根，然后六根、五根，然后结到这边的时候，你看花到最后面这个是22根，然后这是18根嘛，这样加起来好，你老手估计这边加起来有60根以上。然后60根花下去之后，他突然说不玩，最干的是叫他赔我那600块钱，我就一根蜡烛算他10块钱。对，一根蜡烛算10块钱的话，那他这样子600块不为过吧？两个死亡个案怎么了？哎、欸，你是说今天的吗？今天新闻吗？
抱歉，我没有，我以为你是说你被鸣龙撞到。今年东京动漫展确定入今年最后一个赛季，确定是联动季。好诶、欸，对啊，就是今年底光遇会最后一个季节是联动，跟联动有关，会联动什么不知道。但是光遇这个风格都比较像童话啦，我也期待动画啊，只是我怕说动画是那种一两分钟的小短剧、欸，就跟雀魂一样啊。雀魂不是那时候什么动画化的时候，我想说雀魂也可以像什么日麻少女那种打到播个23、22分钟的，就没有，都是小短剧而已。后悔更新前没跟繁星结到成功，什么意思？哦，你是说蜡烛变更贵，对不对？对啊，没办法。小王子，我有回归，完全不结任务之后，就没啥再开一阵。哦，难怪我那时候想说什么一夜月好像很会玩，更新前也很贵，现在更贵啊，没办法。当泡面番，就到时候看看团团他们有没有吃到。没有啊，欸，快点团团光遇新番啊，没有，那时候到时候轻松，如果轻松还有轻松系列的话，到时候跟我说，欸欸欸，最近有个新番上的，他说什么光遇 SKY。 哎、什么阳光遇见你，我刚刚想说今天本土16哦，好吧，对吧、啊、那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末日会不会换地图，像昨天我是想要干那个嘛猪部兽农场，可是就是材料都没带齐，我们要盖的时候发现啊没带肉粽，要盖的时候啊没带一些建材啊，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乖乖吃烤鱼好了。我应该是改盖那个啦，乙游乙农场，只是 1.18 后的乙游乙我觉得很难盖，因为你亮度要虽然地狱不限亮度控制啊，但是怎么讲，我那时候我在单人测试的时候，我在测试那个测试引诱引会不会升，我靠你干嘛，好友多了不起，没有，我那时候就想说哇为什么不会升引诱引，拍手我也要阿手，阿手在哪？其实你忍住好久没按了，我不能不按 ，Switch 不小心点到。阿米狗就会变成光遇，不会啦。那个，因为如果真的要阿米狗玩光遇的话，前面就是我要带他们，再加上一定会很难补到满。好，先别说8个人好了，6个人，那有多少人会冲进？撇除我，他们其他人都是萌新的话。像他们只要跟我加好友传我这边就好了，对不对？或我传他们那边。但是今天如果有个小黑在，而不是观众，我说你们可以出去让我们先组好队伍之类的吗？就这样子。然后万一如果组的过程中走一走突然从团团断线的时候断掉了不见了，那要重新连，懂吗？就是连线品质，你看像大鱼不见了，然后就像这样子，我们怎么讲，你想一下哦，
一款游戏，如果你在组队过程中一直断线、一直串、一直怎样的，我要怎么介绍这个游戏的好，懂吗？我要跟他们说，这个其实就是 bug 游戏啊，其实就是很有些人也是玩得很开心什么这样，我这样讲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其实 Amigo 玩光遇，我觉得不为零好吗？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难达成。光是你看，我们那天在组那个剑技团啊，或是那个自练团，我们人要凑齐就已经很难，就是因为路上会有小黑在，然后有些可能想要蹭版面的会冲进来打个招呼还是什么，可能就会说哦是团团欸，然后过来狂递他的大棒棒给他，不是哈基进来玩，马上就是在我面前。直接就在掏棒棒，那我怎么办？直接把他黑名单，先换一个房间，然后去黑名单他这样子，对吧？欸，你睡醒了，番茄早。欸，呆鱼咧，佩佩，你家呆鱼咧？他最好笑是，他还可以躺着拍，他可以躺着拍。我在看讯息完整上，好吧，我缅怀你。对，因为毕竟怎么讲，光遇说有主线剧情，有主线剧情，可是严格说起来不太像是主线剧情，它只是算是个流程，不像那个什么。跑跑姜饼人啊，姜饼人王国那样子，阴阳师，对吧？就是没有打怪什么关卡之类的。我们打不赢明龙，我们能欺负的就只有螃蟹而已。繁星有常驻吗？还是喜欢什么？什么叫常驻？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兔子啊！哦，我常驻的就一定会是头上这个兔子宝，那兔子头饰啊。就是，我可能会换，偶尔会换一下头啦。但是我比较常驻的就是这个兔子头。那现在当然是白削头咯，因为那时候，因为很喜我其实很喜欢就是鬓角。鬓角过长的那种，像林克、白霄这种鬓角很长的。然后那时候会喜欢，那时候白鸟了，喜欢白鸟是因为他头上很像兔子耳朵，那再加上又有马尾。对，我就是当时看中这个，那时候还是萌新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你有什么喜欢的发型吗？”我就指着这个说：“我喜欢这个发型。”而且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时候什么白鸟被人家说什么。很丑啊，很难看啊，那种事情，我说不会啊，超好看的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跟我讲说，这个是毕业发型，不会复刻。我那时候以为他们说的毕业发型是指那个地图毕业，所以我那时候是到处找先祖，是找那个有没有？因为那时候搞不懂什么是毕业，什么是什么发型的。所以那时候找了很久，我说没看到他说对啊，这个不会复刻了。我说可是不是都有那个吗？复刻先祖来吗？然后他们是解释说，那个是降导，降导的话就是不会再复刻了，等于就是那时候讲嘛，就比如说有老师有学生，学生会复刻，但老师过去就不会回来。不要撤回讯息，收早才能被我背，你撤什么？我看一下哦。那个齐星，五分钟后见，我要看你撤回什么。看一下哦，马尾控加一，我是马尾控，好，没事没事，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按照游戏规则啦，你因为今天你游戏规则违规了啊，我只是遵照游戏规则，我没有生气啦，
那我们五分钟后见。原来可以看看什么？对，没有，就是我再截一次画面给你们看哦。今天我给你们看画面，不要说我很凶什么之类的，因为游戏规则就这样了。你看哦，今天这个看到没有？齐心打这个有喜欢什么常驻的吗？他原本是什么已删除讯息吗？啊，我可以点开说删除了什么讯息。他打了常驻，然后马尾控，然后我是马尾控这种东西，所以不是我不是我那么爱喜欢别人，是我为了看你们回收了什么。欢迎收看小草舞蹈秀，好，请开始你的表演。对，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跟他们说。我不喜欢，就是人家回收什么我看不到，我会觉得很烦。那你干嘛打出来？啊，就说打错字或是什么东西没关系啊，你打错字就大家一起笑，我也常口嘴皮啊，嘴皮啊讲错话啊，啊这个东西就笑一笑就好了。啊，你可能就是没有打好送出，那也是没关系啊，你再补下去那几句话就好了。取悦教主大人啊，你可以跳好看一点吗？你的肢体很僵硬哦。他在看台吗？他真的有来看台吗？那他知道我是那个吗？路人本人没有了。没有，那就好了。那他知道我是王金发吗？我天，好难讲话，嘴巴黏黏，喉咙黏黏的。我之前有一次遇到一个很会弹奏的小黑。现在我发现光遇很多人都是没有按照节奏，就直接像月月吧，可能有种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天这种节奏，他不是，他是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天这样子，直接咻的过去。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遇到小黑，他是弹的超好听的。他节奏就是对上慢慢对，而且他是和音的那一种。你的是兔子，什么大人？什么意思？没有你说面具吗？没有，后面有兔子符号的是兔窝的啦。只是我星盘的自由满了，所以不能把兔窝的往前加。那我就是做技巧，是把 ID 后面加个兔子。是谁在弹琴啊？好好听哦，嘉轩吧。嘉轩再来，是嘉轩吗？还是谁弹琴？不是嘉轩欸。大家取的名字有吗？然后何大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什么东西？我刚刚只看到从前有三只小猪，然后何个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就这样子哦？是这样子吗？真的太精彩了，真的。刚刚母后吃了白雪公主那一段，我很喜欢。NS 会是聊天室讯息，我知道啊，没有，是刚刚你们俩好像串线了，我不会弹，那刚是谁在弹琴？小黑弹的哦，没看到小黑啊，
还是我们刚刚穿到别的空间又穿回来？换个舞台。这个是换什么的？布景是哪一个？哦，这是灯。哦，这是建筑物。这什么东西？我们要上台，对不起。哦，原来是椅子跑出来，是吗？不是吧？按错了，白痴哦！借我踢一下啦！我只想要踢人家的头而已。被宠幸了，你喜欢被踩哦？啊，你喜欢被踩哦？天哪、啊，早讲嘛！那这个力道够吗？我看一下哦。怎么突然找不到啊？等，我想要用那个啊，这个也可以。你们要加好友 DC 加啦，北七国际服。那这也太困难了吧！懒惰，钱太多。DC 前面放三个可以认领啊，你们要加血领吗？要找的时候找不到啊，哪个是很冷的、啊？啊，这个。
剩下火，我要再进去才能看有没有。没事啊，你什么东西剩火？哎呦！好看，好看。我看不到最后，我白痴哦。海洋斗篷很贵，你只要想着你在做慈善机构就好啦，你在做善事哎，你这样想就不会贵了。我觉得这个用手机玩比较好玩呢，不然打字都不能及时，虽然可以绑那个手机打字。可是乌龟，因为乌龟箱那种送蜡烛啊，这两个内心戏很多哎，又多打一份工。原来呆鱼在幕后哦，在上面坐着。会窜啊，上面好难飞。你在挑战那个吗？我看，好，现在讲叫我们拍手嘛，好，拍手时间。那个右边的橙橙，它很像用脚在拍手，不觉得吗？它很像两只手往后靠，然后用脚在拍手。
原来是百合番。他说：“醒醒，你没老婆吧？醒醒，你没老婆。”被一个好心人拉着走，两分钟就过火了，好，恭喜恭喜！啊，所以有惊人吗？这个是我想问的。欸，不要打字啦，他既然没看台的话就不要打字了哦、喔。好，拜拜。那么像，他现在要把脚举起来了，要三点了，怎么了？只是惊人而已啊，没有。躺下。是谁在后面管控啊？可恶，那么厉害，我怎么就这样熄了？是谁在后台？是谁在比赛台上？是龙抬头，这个吗？为什么要暴风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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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谁在弹？弹的啊，对吗？女朋友，这边比表演还好看呢，我这样子。哎呦！感谢齐心的会员，我是真的有干爹叫齐心，所以我想说应该是你。那如果你有进去加入 DC 赖群，你先私讯粉专，然后我小帮手会把你拉进 DC 群，那到时候再一次加你好了，好吗？就是现在 DC 起码有20个以上吧，没那么多啦，起码至少有10个以上在玩光遇，所以到时候再一次加一加，好吗？可以吗？可以吗？齐心，只是。
可能要等小帮手有空，因为他平日有上班。SYB， 我知道你很想回收，但不准，不准。那就这个啊，就直接吹完，我觉得就还好。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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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好像拿起来弹了，不然我就只能戳萤幕哎。我关了，靠腰，我也许不会弹呐。他们在后头玩，不是那个谁谁谁干，忘记名字啊！那个边缘人，你看你的头哎、欸，边缘人，叶桃，噔噔，自闭儿，我喜欢这边，这边好温暖哦。我来带你回家了，荣幸。干嘛？幼稚园哦。然后这边是那个什么领养狗狗的地方，不是，我是兔子，对不起，是领养兔子的地方。为什么？哦，我死了！怎么牵手有心痛的感觉？哎呦我的手，哎呦我的妈！我们两只手好像位置不对哦。我以后每次坐到在那边挂着的，我会弹这一首哎、欸。可是现在很多路上听到的都是变奏版的，什么变奏版的嘞？短短十秒内全部都吹完。
很会吹。你在讲什么东西？哦，呆鱼，你在说什么？他是培根吧？对，他是培根诶。培根，你很会吹哦。培根，你很会吹哦。哎、欸，我午餐莫名其妙吃完了哎、欸！物窝才艺表演，来下一个，好吧、啊，不然我们下次来才艺表演好。然后这时候就没人敢穿过来了，哈哈，移过来。你也只会刚刚那两首，是宫崎骏的啊。给我上台是这个。有一只鸟飞下来，飞燕还巢。等一下哦，今天太空狼人杀，晚点报名。我很会吸。这是吹出来，这不是吸出来，那光要小。有没有可以丢东西的选项？我要检举他。有没有丢东西？演剧，对，我觉得这个出演出骚扰到我，哎、欸，对耶，可是你这样好像造成说他们哦，你表演得很棒哦，好棒好棒好棒，好可爱哦，这个头怎么那么可爱？天哪！有飘逸的秀发，没气了，对啊，使用烟火棒要干嘛？这个很傲娇哎、欸，觉得吗？这个虽然说是生气，但是好亮好亮好亮。虽然说是生气，可是就是傲娇啊。还有跺地、跺脚不是吗？跺地是哪一个？这个吗？哦，
还有几天？一天？六天？还是几天？你必须解锁前面几点啊？不然都是解锁爱心啊。哦，对，这个啦，这个才是用白蜡换的面具。所以那时候不是有问我说，所以过程中有用到白蜡吗？我说我没有换到啊，原因应该就是在这里。去后台看。等一下，风到底从哪边刮的啦？哪有多风？反正花谢了又开。哦，是这边吗？干嘛的？哦，风停了。妈。下一次0.17.5更新，表演向导会新增一个白蜡换。啊，那个嘞，那个乐器什么时候会上架？啊，乐器那个东西在哪里啊？这个，哦，还没有换哦，白痴哦，根本就还没换，在想什么？光云也会找回40颗。应该是下一次更新，是不是在这边卖啊？第四个任务会完成开启。哦，乐器商店要等任务四周才会开启。哦，好吧。哎，怎么懂？原来我没交任务，赶快交！你傻了吗？好啦，我们等一下整点准时回去接任务，去圣岛吧。难怪那时候 OD 他说那时候还在测试服，他说他在新季节的地图待了一整天。我想说有这么好玩哦。你遇到了外挂，赶快跑，好吗？使劲地跑。然后这个版本乐器商店还没做好，下个更新预测是第四个任务会在下个版本中开始。哦，克洛伊，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了，克洛伊？怎么说西敏不理你哦？我在。硬要。有没有像在克洛伊的怀里？啊！我在你体内啦！它背后有一包东西耶，这包是什么？哦，石头。没事。没有真抱抱，有克洛伊哦。然后可以，应该可以的吧。嘿、hey ，有孤单成这样吗？谁？我吗？还是克洛伊？
走吧，三点喽。干什么任务？干不见了。拜访污染间歇泉，先翻五只螃蟹。明夜之光，重温圣域群岛。圣岛的，这是谁的？耶，圣岛任务哦，走喽，走喽，走喽。那个先祖是加油，哪个先祖是加油？加油，先祖，加油，加油！走喽！过不去，你们怎么在这里？我不知道。完了，撞到了，佩佩来了。刚刚谁离开的？谢谢，哪一位？哪一位好心人？还是根本没有好心人？是佩佩几步进来，还是月月啊？刚有看到月月吗？总之，谢谢好心人。那大概就是吃完海龟的棺材喽。啊！我跑就是了。没事啊，你们那边继续烧吧，我自己可以的，我是坚强的繁星，我很坚强。哎呀，番茄把我抓过来了啦，番茄。窜到马同学番茄这里了。全串了，真的假的？那你们要飞过来吗？这边目前番茄马同学哦，分了哎、欸，先各自烧吧，我们等一下再集合。欸、对，等一下还有那个要烧哎、欸，不是烧啦，等一下还有那个哎、欸，先主要集。干，怎么上去了？
你们进度跑到哪了？我进度，什么叫进度到哪边？深入一点之类的吧，更深入一点。新人呐、啊，跑完了、啊。干嘛？我说更深入一点，你靠近我是干嘛？你干嘛？你干嘛？没被打过吗？做事仆人们，做事啊！我只想熄火。我等一下应该会去再躺一下吧，好久没睡午觉了。打头！要干嘛？昨天直接忘了可以瞬移到圣岛的事。星期二晚上开什么台？目前巧克力是就那个太空狼人杀。干男人，我没吃到啊，男人。男人放开我，他每次下去火就不见了，已经好几次了。欸，没有欸，对啦，我这边一直串线直接没了。没事，我们等下解任务。没事，等下各回各家啊！你妈变我妈，那边满满满，本来想一起解加油先组的，可恶！加油是哪一个啊？是要到处捡光吗？就是东跑跑西跑跑那个吗？在上面那个的吗？珊瑚安安，待会一直吃馒头吗？如果你得到的话，哦是哦，好诶，那等一下来蹭一下火，继续烧烧其他的。甲骨追光简单版，诶，我那时候自己解这个，诶，那时候觉得自己进步了。好，给你拍拍手。不是我这样子。那时候想说你们怎么在圣岛，结果是画面延迟三分钟。先预约吃海胆啦，你跑雨林刚好一半，可以顺便吃馒头。
是啊，没有，等一下先写解先组任务哦。不能举哈，就按不下去哦，要逼我。有一种情绪是不知名的悲伤，可我爱我挖沟的方向忘记了。有一种情绪。找歌词，唱歌时间。秋瓜，不具名的悲伤。那时候很好笑，是那个有一个韩国的那个动画，他女汉，你们有看过吗？就是一个女汉子，一个穿紫色衣服、妹妹头，但是很魁梧的像星星的一个女生。欸，那个故事就很爱吃，然后在里面主任的名字叫那个主任的韩文好像叫 Dreaming 嘛，对不对？然后结果就 Dreaming 的时候是，然后有一首歌就是不具名的悲伤，那时候不具名的悲伤，我那时候把这个贴给麻子看，因为那时候麻就是麻子爱喜欢看的一个，那就问麻，突然昨天我就问麻子说，欸，麻子你还记得那个女汉子的？主任怎么叫嘛？他就说 Dreaming， 他说对你听这首歌，不具名的悲伤。为什么 NS 不能举？他们说 NS 你要用触摸那个版面才行，要点荧幕才能举。拜拜拜拜。看一下哦，有一种情绪是不知名的悲伤，跟我爱辅导的那个人仿佛无关，只有回忆，回忆，回忆一番。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想？这是你留给我不具名的。哦，懂了，放屁了。有一种情绪是具名的悲伤。啊！忘了海胆，没事啦。一天有12次机会吃海胆。没事，那个克洛伊，今天的任务刚好在圣岛，就是有两个任务在圣岛，三个任务在圣岛，就是先海龟啊什么之类的，各找各妈咯。哪一个这个？
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没有帮忙捡啊，白痴哦、喔。挂台，好啊。这是你留给我不具名的悲伤，可我爱不到的那个方式不怪。剩下的交给我的队友了，我去吃大花。你还没接任务，哇你，我救不了你耶。嘟嘟嘟嘟，耶！解完了，可喜可贺，解好回来了。啊，你有解到吗？啊，你有解到吗？啊，男人，有，那就好。那个，总之。三点一到，不是先冲圣的，是要先接任务。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像，刚好今天是任务是什么翻螃蟹啊，或是收集30个烛光啊，这种东西。所以，请任务优先。海胆很重要，但任务还是先优先。有先螃蟹哦，有啊，我就说今天刚好任务圣岛就可以一次解决啊，只是螃蟹。螃蟹麻烦一点是你还要去那个嘛，去跟别人抢，所以就是去木土自己翻就好了，对吧？那木土翻一翻就好了。你干嘛？哎、欸，番茄飞我，还是你这边吃过了？番茄飞我，你按到蜡烛，快哦，我要回去了、哦，我要串线了，啊，没法度啊，没事啊，这个之后就不用传先祖了啊，这个直接自己走过来吃就好了，还是你要回家飞我啊？你回家飞我也比较快啊。Hello， 你给我信号吧，我要回家咯，你要飞到了，好，你很棒。我要去找妹子玩咯。有一封信。巡野之光，巡野之光哦，这还好。啊，老呆鱼，老佩佩，我打他们，居然不串过来找我？没有啦。我有说过我是男的吗？怎么了吗？很重要吗？还是你觉得我说找妹子是找你？
啊，怎么手靠过去了？馒头吗？头啊。你也之光还好啦，就下去转一圈就好了。你可以跟过来吗？可以，现在没人。还是你是指等一下馒头桌的时候？因为等一下是会先毛一图二图，隐藏图应该是不会了吧？啊吧。无法进入朋友的世界，看一下哦，这边五个，应该可以挤啦。你等馒头，应该等一下马同学一个嘛，一二三四五六，等成七，他一个。等一下，马同学，你毕业了吗？你的面具是不是？哦，不是面具，哎，是啊，你课到毕业了，啊，怎么不戴白鸟头？马同学，你花多少？晚买是比较便宜啦，晚毕业是比较便宜而已，第一阶而已，哦。哦，所以现在已经可以买到面具了，是不是？还是那个是因为有氪金，微氪，所以现在才面具毕业吗？我应该可以了，我串了。什么？啊！完蛋了，赶快回去。面具是第一个毕业礼哦。等一下，嘉轩，哎，毕业一个先祖就可以换，对，所以我是说你有没有氪金？我想说现在才第几天而已，应该还没办法第一次毕业啊。有的话应该照理说，西敏他们应该也都是戴这个面具了。你两个毕业不是问你啦。你毕业两个，你是哪两个毕业啊？猫跟猫的头跟那个吗？那个电吉他，这两个吧？不是啦，你不要哭，你不要用布布的哭哦，不要装可爱哦，不要装可怜哦。面具，有面具，刻意微刻哦。我想说，因为通常都是，大概刻完的那两三天嘛，有些人会挑最便宜的先开始刻，然后刻完不是刻啦。那个纸客机那个机票的话，他们都会先挑最便宜的，对不对？那通常那几天就是开始会有人就是都带着第一阶的毕业礼啊，对，所以
我想说，那这样子的话，应该这几天就会大家一窝蜂戴着这个鸟头面具了。所以我就想说，奇怪，这游戏是啥？这季节好像开始才几天，八天吗？就第一只毕业了，我想说，对啊，没那么快吧？我差两步才毕业一个，对吧？所以应该再三天吧，三四天。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管？番茄克布奇的是教主的爱心吗？为什么后面加个大便呢？没有啊，我给他心了哎、欸。哎、欸，先螃蟹，快点，先抢先赢，谁要先抢？佩佩率先的抢了三只螃蟹，佩佩比数3-0，佩佩获胜。没事啊，等一下，这些自己去木土翻一翻就好了啦。哎、欸，螃手，螃蟹是抢手货。教主的蜡烛怎么了？你说一直在那边抖动吗？没事啦，你现在按跟晚点按都一样啦。现在按的话，晚点按就会体验一次喷下来的快感。我那时候也都是囤到灰蜡之后才一直按啊。正导翻也很快。没有，我刚过去的时候已经看到下面的螃蟹已经死一批在地上了，我是翻到上面的螃蟹去。教主的心慢慢来，对啊。你留给我不全民的悲伤。好多，已经喷掉了很多了，没事，至少喷掉有换回来一些。我是指爱心的，毕竟是帮人家护心的。我等一下画面要先拿起来一下子哦，我要放那个火盆，不然从包包里面点到水机房。会发疯哦！奇星那个表情符号不要，就是 W 啊、惊叹号啊、问号那些不要打超过三个哦，因为很高几率是我们后台管理员或是我帮忙解开的，这样子，就是他会视为是垃圾讯息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多一道程序，说要帮你们解开文字。对，这个不会 ban 啊，这个只是会那个提醒一下，就是不要起突然换一个表情符号，起超过5-6个那个，就是先直接 ban 掉。或是你可以打个爽啊，那口部的啊，那个的话机器人会把你 ban 了5秒钟。那个爽就是爽歪歪的爽。然后口字旁的啊，爽啊！NS 直接点不是随机的，是我知道啊，所以要自己调那位置，我不会调啊。以视角方向加人物两步的距离，好，我等一下放给你看。那不就好好爽爽？那个是薅啦，不是窝啦，好薅爽爽。那个念薅。哦耶哦耶，谢谢呆鱼。你说两步是不是？一步两步？你说角色人物的面向位置还是画面面向位置？两步，
这样子，这边我放。哦，哪有两步啊？你是以这样一步、两步吗？看一下哦，应该是这边吧。哦，算了，我还是拿起来好了。等我一下哦。哎呦，好好爽爽，对，是这样，是叫好，不是窝。你留给我不知名的悲伤，可我爱不到。好了，这个烧完，等下跑一下雨林，我们就可以啊！靠，怎么是这样摆？你们的火盆呢？你们的火盆呢？哇！你们的火盆呢？哦，要海龟哦，对，要海龟，别碎，谁别碎？哦，海龟，待会海龟，请大家帮忙一下，因为当时烧的时候竟然烧不完，他直接给我潜下去了。终于找回了116，恭喜恭喜！啊，最后那一颗在哪里？最后那一只蜡，那个光人在哪里？光人，光翼。那个呆，那、啊、算了，不要好了。我本来想说，还是我去上个厕所。呆鱼可以吗？我可以在你背上上厕所吗？什么东西？谁打电话？喂？哦，不需要了，谢谢。我可以在你背上哦，大便是不是这么好？来，过来我的马桶，快点，马桶，我需要马桶。好喂，有马桶。海龟的任务是特定时间才能做吗？对，就只有50分到准点。好，那个画面交给佩佩，不不不啦，交给呆鱼了。哦，怎么一直叫错哦？呆鱼，我很抱歉。然后这时候私讯他，不要吃醋啦。哈哈。我背上湿湿的，应该是臭臭的吧？我是要去大的，又不是小的。好啦，我站了一下下哦、喔，因为真的有点痛。儿子，你留给我不知名的悲伤。小的可以入口，什么东西？在讲什么？可以不要现在开车吗？可以请等我吗？而且跟你讲哦，聊天室的扳手在哦，你们讲话开车那些要小心一点，是直接被杀掉的哦。好啦，办理哦。你留给我不知名的悲
Thank you.
回来了啦，在幻想什么啦？肚子很痛欸，傻眼，想什么想什么？啊！回去吗？可以烧完啊。哎，不行，回去。走了，走了，走了，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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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快，不是吗？我看了一下时间哦，好喘哦。海龟人很多，抓紧时间，不然就是同时啊。怎么突然痛？变天啊，天气冷，忽冷忽热就会了。不用签吧，真不用签啦。海龟，没有，快买，有没有看到？快买，来快买最划算。臭海龟嘞！海龟上来了，各位，海龟来了！怎么突然长出来？打眼！你说海龟没花？不会啊，我们那时候烧过第二次，结果岛上没有贝壳，
这是你留给我不知名的悲伤啊，怎么在唱这首歌，可恶，海龟完喽，有我爱不完他可不管发几点，不能挂吧？这挂机吃得到火吗？嗯？没有诶，吃不到诶。我呢？这个是要自己开啊，好吧，多贝壳好多贝壳，哎、欸、好扯哦，挖贝壳不揪我，自己先下来哀鱼，哀鱼你好扯哦，改天再确认，不用改天啊，你晚点就可以了。这些贝壳是只有这时间才有吧？你好像现在也会啊？反正还没吸到今天的烟花族，我照理说你海关那边炸应该会有。对啊。全没了欸，找海龟玩。哇，好亮。家底对呀。好，通往这边的水下。好，记得了。啊、你们现在干嘛？嗨，抓海龟。你那边海龟也没花。我目前遇到四次都有花哎、欸。慢半拍没来海龟这，
哎呦，他会回头哎、欸，龟回头。爱不非一颗子弹，魂却荡然无限。没有啊，游戏声音都在，只是太享受这个画面了。腔调没有讲话。爸爸，嗯嗯嗯嗯，还是干脆待遇，我们等一下就继续跑图，反正你今天休假。来等四点，哎，四点了。他也会给吗？可啊，好啊，他还会吗？没有了、欸，他没有给绿绿的屎了。走吧，回家吧，回家吧吧，回家吧。可是你要走哪？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管？佩佩没啦，佩佩在哪啦？我知道啊，为什么佩佩不在啊？原来是屎嘛，我不知道啊，不然他佩佩要去煮饭，什么意思？你说等一下没有佩佩吗？还是要等佩佩，哪个意思？他变小黑了，什么意思？他死了吗？那跑图我可以跟吗？来啊！你挂着台跑图哦，好。我想说，我挂着图跑台什么鬼东西？点不到啦！是谁？要跑哪张？雨林啊！番茄过来，番茄过来，先别欠番茄，手松开。等一下，预约在跟谁讲话啊？结果，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会不会太长？要背吗？要。哎、欸，我们今天大捞吃完了、喔，就是雨林意图两个凉亭一个隐藏图一个，有吗？哦，好，我想要去看一下今天大捞，怎么感觉好像没吃到？重点哦，我重点。你不是这边都不点吗？你会不好点啊，还是我牵马同学？Thank you.
我头上啊，旧片，看网路好，欸，看网路好的烧花画面好舒服。你说瞬间消失吗？不是啊，那个只有在烧少部分的花的时候会这样子啊，大部分举半天都不会烧掉，不是吗？那时候一个人自己在烧这张地图，没有人的时候也是烧很快啊，就唰，没有人。唰的一声就没电，不见了。啊！爱不飞机，刚才在唱歌，换一首，换一首，换一首，叫什么洗脑歌？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哎，等一下串线自己连回来哦。这首歌啊，没听过吗？马同学，
怎么突然画面好多人？还好吧。我也希望画面少一点人啊，不然画面太乱，我真的跑图跑起来也是觉得很烦躁。阿展。热闹啊！我没有做事啊！你又不来找我，热闹。好困哦！你看这个 ID， 我 ID 太多，用阿达。你可以搜寻兔子贝贝。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又是很坏，又甜很乖。应该把这些 ID 后面都加蚊子的图案，有没有？苍蝇蚊子，就看到画面在那里飞一大堆虫。哇！搜寻看到图，会不会想到同人画面？那图其实很像那个啊，《动物森友会》那个复活节兔兔啊。哦，是从这边飞哦，不会过动画哦。哦，懂了。艾雨林今天不用上课哦。谁睡着了？艾雨林，哇！我大概再留两个月吧，我的头发就可以跟白牛一样了。我说后面，我现在头刘海已经可以到人中了。一点安安，好长，什么好长？洗头不会麻烦吗？不会啊，洗头还好，吹头比较烦。没有，那就是完全都没有去剪去修啊，所以留长会很丑。但是留长就是有个过渡期在嘛，你当那个过渡期过后，就觉得还 OK。我快度过那个过，我已经度过那个过渡期了。就是刘海要扎眼睛不扎眼睛那时期啊，就是眼睛到鼻子之间是。吸了过渡期嘛，然后你那个过渡期过了就还 OK。那再来是马尾的部分呢，这个马尾我已经可以拿橡皮筋绑起来了，是不会是小马尾了，是已经有点分量的马尾。我照个镜子啊，哇！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最怕是怕说我头发
流到肩膀还是怎样的，他出去被当女神。阿欠好大，我点了，我点了，我点了。我是蝴蝶的小可爱，我的头发长都不太能接受，而且我头发发质很差，有头皮屑。我以前 也有啊，可是那时候设计师就说我的发质很好，那时候也是说染发很可惜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头发也很黑，所以那时候染发都会剂量都会加很重。因为有一次是染咖啡色嘛，染下去的时候太深了，然后就是帮我再漂亮一点。你有少年白，好吧，那没办法咯。我就头发很软，所以我那时候在那种棒棒糖时代吧，就是人家抓头发很帅很怎样的。我涂发蜡的时候，其实抓不太起来，一定要喷发雕。可是发雕那个就太夸张了，那学校一定会管。然后所以我在那时候的年代，没有剪到多帅的头啦，这都是学生头，呆呆的这样子。要睡觉了，晚安。好，提醒晚安。番茄下来。给我用滚的下来，要坐过去了啦！番茄下来，阿茄下来，阿茄。晚安，佩佩，怎么了？等一下，为什么他都可以知道佩佩讲这些有的没的话？我明明也看到佩佩打字啊，还是说他关落音？如果你们是私下自己的，就用私下的回好吗？不要在画面回成这样子，好吗？我在开台，如果是私聊还这样，你私下聊就好了。然后还是呆鱼是佩佩，那你们到底画面是怎样？你们谁是谁？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干！啊！哎，拜托，下次还是不要那么多人好了啦。我真的很困扰，不然我就是私下自己跑了啦。我以后不跟团。刚画面不是有看到打出佩佩晚安吗？啊，怎么画面又没有出现了？有吧？刚刚画面有出现吧？但灵异事件，
有啊，我刚有出现吧？我要调回放，我要调那个记录档了哦、喔。好啦，先这样好了，先关台，剩下的私下再跑。感谢啦，那我们晚上见啦。晚安的话有啊，对不对？有月月打佩佩晚安嘛，对不对？啊，可是啊，我这个私下讲，这个私下讲。好，大家晚安，拜拜。